今天便服日。亏啊，我一直都是穿便服啊，所以啦。班长我在检查啊，班长。没有，我今天因为班长今天那个衣服忘记洗，所以就。没有班长，我那个觉得下雨没有干呢。对对对对对，今天大家都穿拖鞋，那个就是下雨天那个你宽容一次。好哦，我们下次要服仪检查哦，要剪指甲哦。开啦！开了开了。夹金嘎，然后要那个带领带男生带领带女生要系安全带什么？系安全带。安全带是什么？安全带，那是什么领带吗？也是领带吗？皮带啊，带女生那个叫领结啦，领结啦，领结对，敏捷，敏捷对，敏捷要点满 ，DX 要点满 ，DX 对 DX。哎，今天全员到齐哦，这么快？没错，今天还快吗？我们要奢求全员到齐也是一种那个嘛，难得啊，难得准时，大家全部都在一起的 哇！还是我迟到，最棒了，你最棒，上课啦，是啦，耶耶，没活动，下课啦，耶，好，我们是导师了，还有有啦，还是有一些要稍微讲一下啦。我们这个地图呢，上一次我们是移到 1.17 嘛，这一次解决了那个不会生怪的问题了。嗯，对，但是呢，因为在移植的时候动物移不过来，所以可能我们这边村庄的所有生物都不见了。还有门，门，然后我们也都重盖一下了。哦，对，就还请各位再多多包涵，这个生物真的。没办法，然后我想问一下，那个这边的椅子的碰撞是不是有点大？他马的反应就这样子，本来就本来就这样子啊，他本来就这样啊，我记得以前没有碰撞，有啊，有吧？只是你没印象，哦，上面变了，没印象啊，上面有起那个小天使。小天使，对，小天使帮忙盖了一个天堂出来。哦，听到天使的声音吗？你听到天使飞过的声音？这个是天使的声音吗？对啊，这里怎么感觉不一样了？哎，我只是比较可惜是那个啦，就这个可能就变那个什么潜能鉴定吧，是吧？潜能鉴定好像就现在就一个。对，哦，对啊，很有用嘛。对吧？哦，热护板呢？在维修。但今天暂时没有，今天暂时没关系。维修要做很多事情，对，今天要做很多事情。那个，我有疑问，哎，就是副本，我看上面写冷却时间是怎么回事？哦，这个是机子的那个问题，等一下，没弄好。哇，265分！哎呦，这里有鬼头哎！我们现在有乐透女神在看着我们哎。对，我们现在有乐透女神。有个小女神，上面灵魂跟她的效果，乐透女神，乐透女神，她告诉我们要签二号，是还不买二号？我想说女神在哪？上面二号了，我们上面不能放东西了哦。对，上面不能放了，现在是冒险模式，这边是冒险模式了。那我要先下去把钱拿出来，得领钱，我也要去领钱。啊，楼上没有那个远端保险箱可以开了。现在没有 ATM 了，现在没有 ATM 了。啊，我要回家领钱了。我真的是自己才领钱的，请自己用手机点好再进来，有没有？有了，有中介箱啦。哦哦，中介箱，中介箱放哪里嘞？存在里面。啊，放这里好了，就是要把钱存在中介箱里面了。真的，今天的重置是21块，是不是有点贵啊？偏贵，偏贵，偏贵，被养坏了。没有，至少有16块不行。对，15块就不买。我怎么一直记得一个乐透是30还是记错？30啊，对啊，加起来30啊。哦，一张15，一张15块。这生物真的会尖叫吗？啊，他现在应该不会叫，可是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他会一直乱叫。我拿到飞翔技能等级1。哦。哦，我可以再飞热鞘翅嘛？哦，飞鞘翅，然后新的。等一下，是不是要骑马啦？
有马术等级了。哦、oh, ，那我要去飞了，所以可以骑马啊？对 ，Oh my god， 我的16个彩虹迷你马都不见了。对啊，哇，别说了，我的羊也全不见，好不好？哦，太多呀！如果是零的，没有显示等级，就是0.0%，就是你没有限制零等，连碰都没碰到。哦，哦，我的天哪、啊，不出去了。飞翔等级是不是有点好练啊、呼吸等级、对啊，飞翔等级我已经两等了，我刚刚用两个烟火这样。你说一直飞一直飞吗？我一个烟火从天上飞下来，然后就五等了。哇哇，太快了！哇，哎、欸，我两等好练呢、欸。哎、欸，这飞翔超好练。飞翔超快的、哦，你确定这经验值没问题吗？我四等了，我六等了，没问题，没问题，我五等了。所以代表是后面就很难练了，有没有？大家很会飞。那我怎么用了三个烟火还在一等？没有，你垂直往上，然后慢慢缓降下来。对，要慢慢缓降。哦，坐着，这没问题哈，没问题，这没问题。经验，哦，呼吸。我九等了，我先升个十等好了。呼吸，升个十等压压惊。不知道上限是几等呢？对啊，我这个等级怎么可以输呢？我已经刷到都飞起来了，我要先刷到100。这是算距离是不是？越距离吗？飞的距离越远是不是经验越快啊？今天大家都要，我十七等了。他这个你十七，你十七，他这等级最高几等啊？我18了。有问题啊，欸、怎么可能？欸、我一个两等70%、啊，我二十等了。你手有个两等70%、啊，我两等哎，我21耶，我30等了，好难，大家在冲等了，大家在冲等了，坏掉了。我怀疑我今天被抽走哎、欸，我觉得大佬要上诉，我大佬要上诉，我22等哎、欸，我觉得应该下礼拜就会重置了，会觉得哎、欸。等一下再重置好不好？好啊，啊所有吗？降落！啊、我22哎，我的天哪、啊！我已经36等了，我天啊！嘿，我要边钓鱼边练打怪了，我把钓起来鱼直接打爆，然后就可以有钓鱼打怪。好可怜哦！我觉得那样好像比较赚哎、欸。哎、欸，一次练两个哎、欸，很赚哎、欸，很赚哦、啊！我正在想那个呼吸等级怎么练呢、啊？嗯。搞不好你一直学就有了、啊，水中呼吸或者药水之类的啊。嗯，是什么音？这是那个、啊、重读那个插件之类的。对，更新资料包。出事啦！出事啦！出事啦！啊，对耶，现在还没有十万格自己飞嘛，对不对？对，先好自己缓缓，缓缓。飞出去，只是我们这边附近剩超多马的哎、欸，这样很棒啊！就很多那个、啊啊、一般的怪、啊，就一般的牛啊、羊啊，有没有兔子？超棒的！反正我在帮你清理你家的那个河流，啊、都是墨鱼。那今天书本也有加倍吗？对，今天书本还有加倍，加倍有吗？还有加倍吗？哦、你说打苦力趴是不是？有，上次调过的到现在还有。哦，就是所以这一次、哦、这一次还有一天这样子。嗯，对对对。好啊，挖爆！那我要去挖矿了啊！挖爆！啊，对，我要把这里改建一下。我老牛哎、欸！开始放那个、啊、地板门这边已经开始放了、啊，这边头上已经放了。嗯，现在是后面慢慢要放，我去拿那个。我觉得地下一层也可以放，不然枯工那些掉落物、啊、你们又不想捡。真的，那个也没有人要捡。对啊，不好吧？每次都捡起来，然后还把它丢掉。啊，做个楼梯吧。那是不是？啊，那找到问题点了。嗯，解决问题。刚刚谁经验最高？解决他这样子。你是陨月啊？我记得是陨月的样子。陨月吗？加。直接推给陨月。啊，大家来！我拿到一颗没有附魔的真人石。哇塞、啊！我的一些石头也没附魔啦，可是哎、欸，我上次没用完的、哦。有了，你们可以练了。好诶、欸，所以现在是正常了吗？我来飞飞看。找到刚就多飞一点了。
现在全部都重置了，他们都重置了、啊，久一点啊，有啦，这是到两等比较久了。这才正常嘛！你刚谁啊？对啊，我刚那个三等呢、欸。我直接上去冲起来、哦。我要去阴阳，阴阳，阴阳，阴阳。有啦，现在下面会有 percent 的、欸。还好我上次喷火鱼还没放出来，还在我身上。哎、欸，对了，我们要不要先睡个觉？哦，我们现在一个人睡觉可以，一个人睡就可以了吧？那我睡可以。睡啦，在睡梦中度过今晚。所以有人躺了吗？我躺了，天哪！哎、欸，问个，他这个的等级有最高上限是几等啊？还是没有？目前没有。哇，无上限哦！哇塞，无上限。那这些有什么？目前有辅助效果吗？你升级的时候应该会写一个，有些敬请期待，对，有些敬请期待。哦，挖矿的有啦，你可以去挖挖看就知道了。对对对，你在挖了吗？对啊，我在挖。你在哪里？十万，我跟你没有没有十万格哈，我刚刚讲过啊，你就随便飞，随便飞。那我哔哩吧啦咚，他钓鱼是不是要钓到什么东西才会有经验值啊？我钓三只墨鱼好像都是没经验值的。墨鱼，如果有哦，你应该下面会跳一个那个几趴几趴经验条，你要钓很多只呢，不是一只一条呢。一只一等，他一只会跳一次，不是吗？啊，没有，跳下面你会应该有上面会有这个经验值，你要看一下。七点五。哎，好王。哎。和爱豆的笑容。打副本，先来打副本。然后把那副本出问题好不好？我应该测试看看，姐姐大哥，有我测试过一次，应该一次而已，应该是黑，应该不会出问题。结果是钻石，原来是钻石大放送，有没有？哎，之前的 CD 都不见了，对啊，之前 CD 也不见了，所以要全部重弄了，全部要重弄。对，好吧，那我先去打一点 CD。那楼下真的可以全部改建了啦，反正窟窿跟僵尸不一样。对啊，可怜先放着呗，对吧、啊？我盯着左门屁股后面。哎，安团，你又觉得被骚扰？马上跟我们讲。好，没事哦。要大喊哦！我已经觉得大概有。八成了。好，说话给我挖，给我挖八成。不好意思，已经要晋级到快九成了，怎么办？哇哇，而且刚刚又差点发生的悲剧，他刚刚又是讲到那个咒语讲到一半就传过来。对，完了，没有，差点又要上班了。完了，又要开庭了吗？没有发生意外，没事。不注意一点哦，小心。好的，要前科哦，你小心。警察口头警告，完蛋了。我身为这个轻松社会里面那个最差的，信用最差的人。哎、欸，那个一些像墙绿那些没有发光还可以用吗？可以。哦，光碟没发光也可以吧？光碟没发光。因为我的光碟还在，有对，好。对，我把这些光碟全部带上去好了。你可以带上去放。不能带上去哦，等一下。为什么不行？因为不能放，只能放身上。你放身上啊，不然就中介箱啊。对啊。中介箱可以啊。现在换新的热门商品中介箱。钓鱼时获得信用。How dare you？怎么了？没事，不是我说乔宇、啊、哦，没有，我在好奇他的所谓钓鱼时获到是说钓一只起来的时候，那时候会有六十秒还是什么意思？钓一只鱼起来的时候啊？哦，嗯，怎么都没有那个？有吧？应该有那个了吧？还没，还没三等，哦、等三等才知道。对耶，我们的那个三只村民里面应该还没有那个转换的功用吧，对不对？啊，说到村民，连台也废了。村民要等那个，要等哦。对，它上面的僵尸跟那个村民都不见了啊，都没了。对啊，还用啊？重新刷刷，
要再重新等升那个。那现在僵尸还有用啊？僵尸还有用啊？那哭空就是不用、啊，只有哭空而已啦。哭空现在不行的。而且哭空不要啊！哭空小雨那边不是就也有一个塔吗？真的硬要的话，去那边就好了、哦、对啦、嗯。那个塔还在吗？还在啊。对吧？对吧？在范围内。弟弟不是被刷了吗？哎、欸，你要不要去看看？对啊，我不知道在范围内吗？你可以去看看，该去看一下了。我掉到三等，我再去看看。你好 smart 哦，熟不熟？因为到离家里面其实有一段距离。我们到底下了啊、哦？没有遇到任何大洞哎、欸！我傻眼。对啊，是在哈罗。是在哈罗，是在哈罗客运。我怎么突然想到这个？这是客运阿罗哈吗？是阿罗哈好吗？啊，对，是阿罗哈啦，白痴。是在哈罗，好，客运这题告你很好。是在哈罗。哦哟，你这被告，我们没办法救你哦。蜡烛，对方那个被告就不是赔钻石了。对啊，对方太大牌了。没办法，那人只是赔真的钱了，飞没飞行经验好像，嗯，真的不好赚的。其实这样还是都是2.5%、2.5%的加，至少是正常啊。刚刚、啊、那太快了，刚那个飞一趟就十几等了、啊。太扯，刚刚哎，华、欸、你来我这边，这边大洞洞。你说大洞洞，你是有大洞洞？大洞洞，这个听起来什么大洞洞？有啦。有啦有啦，洞洞是大的、啊，我这边有大洞洞，大洞洞，我破的大洞洞，哎呦哎呦呀，腰酸，卡了一下，危险、欸，还在紧急维修中，会时不时卡一下。我的钻石砖飞到空中就不见了，哈？在屁股后面，在屁股后面，哦，没有钓鱼钓到楼上飞到屁，楼上那个凉亭这边可以看那个技能呢。好耶、yeah ！我需要一点，太好了。你在家里有仙人掌吗？啊，榴莲。你在植物的那箱子找看看。啊，有个龙妖的声。哎、欸，有龙妖、啊，你可以帮忙抓一下。我要抓回家。哎、欸，可是鱼钓起来可以拿去烤啊，可以那个料理。得读一下哦。Oh.哎、欸，龙源好脏哦、啊！那我要过去，咖啡色的是不是？它是咖啡色的，咖啡色。对啊，咖啡色。噼噼啪啦碰过去，你可以给我一些，我帮你铺。有粉红色啊，没有很多呢。哦，好吧，我只有四组而已，我已经铺了一组多了。去用木头啊，还用木头好了。去砍白桦木，我用白桦木，我都嘿。想说这边白桦木，下一个地方哎、欸、项目。黑橡木，然后加上橡木，那丛林木好了，这边我想要丛林木。丛林木，下一个来打的那个，混搭气死啊！啊，这边铁那个铁的好了。哎、欸，要记得哦，校长会视为违建哦，小心哦。对啊。嗯，隐月啊，你刚刚有丢那个生命卷轴吗？嗯我没有丢啊，我干嘛丢生命卷轴？不是不是，我丢生不是我的啦，我刚丢的，我刚丢的，我的。哦，这是不是我？你是讲真的还是假的啊？你的是真的假的？不是，我在这边，我刚刚应该身上是没有这东西，我捡到七本诶、欸，30%的七本，太多了吧？七本，这绝对有问题了啊！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那我想说啊。我怎么身上多七本？是我的吗？我需要这个是吧？检查一下自己身上的哦。是我的啦，是我的啦。他怎么这样子？不好意思啊，是我的。他已经微笑了，我的啦，他微笑了，他微笑了，微笑了，我的啦，我的啦，我的啦，那是那个是我的念力生出来的七本。对呀，在那边。哎、欸啊，你既然不肯升七本，那就不需要还你了、啊。太强了，不要啊！升七本就好了。哎、欸，我的能量已经用快耗尽了，你知道吗？那你就等他回复就好了。没有，那无法回复，你知道吗？哦，那哦，好可惜哦，好可惜哦，哦是哦，可惜呢、哦哦。哦，怎么会这样子呢？哎、哦欸，小雨这边有话要说。对，我跟你讲哦，那个枯光生怪砖刚刚好。被切掉了，就你可以来看，可以来看，你可以来看，超好笑。我刚走过来的时候想，哎呦，应该还在吧？哎、欸，这边很眼熟，可是怎么怪怪？哎、欸，哈基说，哈基这边，哈基回头。
哎，人家从这边这边过来，有有很平整，好像很平整哦，整面墙。这个是，你看右手边，你要从那边走，你要从那边走过来，你要从那边走，你要从那边走过来。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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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噼里啪啦三个砖。这是怎么回事啊？他切掉这么久，他还把箱子留着哎。对啊，又把附魔台用掉了。对，附魔台不见了。附魔台不见了，我卡了卡了。卡了？那它上面还会有？可是上面不好还会有吧？还会吗？它是同一张地图吗？1.17的种子码会不太一样啊。种子码不一样啊。那可以挖开有没有？莱姆盖就挖开变成其他的珍怪砖。那应该就没有了吧？哈哈哈哈哈，应该没了。看一下这边就知道了。对，挖矿石。哎呦，这边还有水。你卡你卡你卡！对，我。你还念超算挖矿吧？哎，我挖到一个峡谷，挖到一个。无啊无啊，坑诶。我这里，你看，你看我这里挖到一个峡谷什么的。哇，那边只有那个好亮哦，一半半的水。哎，霍总呼吸会自己加？我怎么突然呼吸等级？在线上就有呼吸技能吗？哦，挂网技能，挂网是不是？哎，其实我发现有个一直没讲话，哎，已经快30分钟了。对啊，他不见了。不见了。哦，开心的话题。Soy sauce。啊，我刚刚不是有问问题吗？你没有啊？没有。有啊，我刚刚有问到。为什么钓鱼我没有？哦，对耶。哦，就只有那个时候，后来就。后来就。我很认真在钓鱼，我要三等了，再钓三只。OK。我现在三只，我就三等了，我就可以幸运60秒了。Super， 我要回家，有人在家吗？我。我在家。应该一堆人在家吧？我在你家。哎呦，阿旺在家睡，阿旺在家睡了。有啦，我在打怪啦。我在你家。我发现我在我家这里钓鱼很危险。我在我家钓鱼，我的浮标会跟着那个喷水池飞上去。啊，喷水池？哦，因为喷水池往另外一边钓啊。那边不是水比较？我问个问题，啊，烹饪的话是要从熔炉里面拿出来，还算还是怎样？制作都可以试试看啦，你试试看，有跳经验值就是有。哦，好。对 ，Let me。雷米猜猜，猜猜是合成，合成，嗯，雷米猜猜，完了，我之前的食物都是放在容箱子矿车箱子里面啊，都不 OK 啊，我那个不 OK 呀，对耶，啊，你是把它家里做的有点像冰箱的样子，是不是？那是冰箱，对啊，不啊不啊不，做的有点像冰箱。对，漏斗矿车不见了。No！ 然后那个挖木头连锁是用铁镐吗？铁斧。刚才用钻斧好像没成功，因为就是怕有些人平常都拿钻斧，就在抢。而且我们这边有人的房子几乎都是木质的，对，你看看团团的，对啊，还团团，还有团团，还有团团的房子，还有谁啊？还有不过啊，阿旺没有，我不是阿旺，我的也是阿旺，我想试试看哦，嗯，我想试试看哦。那你可能你可能这边就会变炼狱了，我跟你说，炼狱哦，那个就不是小天使的歌声了，炼狱也太可怕了吧！我的天 ，Oh my god，Oh my god！ 我躺着睡觉啊，被妹妹撞成智障，可以啊，你换你睡啊，你可以一个人睡一次，一个人睡啊，一个人度过一个夜晚，哦，他掉两本哎。一只掉两本书给我，好爽、啊！太爽了吧！这个睡觉大师，那他进不来，要加倍多打一点。嗯，是弟弟吗？欸、我不在呢，我在啦，我在啦。他进啊！我刚刚不是说了，我想说杰克这边不是也在打？没有，我是在刚还在那个小雨那个洞里。
啊！哦，那个所以你刚刚那个 Google 最怪怪，告他，这个先告了，好，骚扰，不了，告了，这是一个被告上法庭，不是波波，那因为是骚扰，这个事情有没有？对，这个一定告，这个一定告，太告了，跟你讲。到了，你有静音的位置啊？静音的，哎，静音怎么还没修好？哎，点，现在的煤炭好黑哦，很黑啊，它好黑的，超黑的，不是它挖出来的煤炭超黑一块，哎，那是什么砧板的吗？还是一样的？就是挖出来的煤炭呢、啊嗯，超黑的。我需要那个挖矿等级十等，需要那个酷东西。嗯，为什么我有幸运？你刚走到那个吧，分钟的幸运。可是我刚刚是杀怪等级提升，但是我拿到幸运啊。杀怪等级提升却获得幸运。对，我杀怪等级三等，然后算拿到六十秒幸运。哦，抱歉，我套用到钓鱼了啊。啊！我想说，我钓鱼怎么？嘿，越钓战力力越强是吗？有人在家吗？我过来了，我也在，我三等了，我也三了，六十秒。哇！以后要去挖矿要带一个水桶钓竿这样。水桶钓竿，钓一只鱼起来，然后赶快挖。他那个幸运是一样的吗？幸运只有挖钓鱼吧？钓鱼有用，它是钓鱼的幸运吗？对对啊，不一样。钓鱼的幸运。哦，无钢团，无钢团，嗯，无钢团。嘿，好吧，那仙人掌。哎，现在挖钻石真的不好挖。我有一个问题，请说。如果矿啊，挖矿，我。它一定要是挖野生的嘛，对不对？你是想要放那个，然后丝绸之锄这样？我跟你讲，我现在在做丝绸之锄，然后挖经验值一直来。不是有吗？有，丝绸之锄有，丝绸之锄是有的，丝绸之锄有啊。对，但是如果我放一个，然后挖掉，放一个再挖掉。这样会有啊，我在你们等40不是40，不要这样子吧，先不要这样子哦，先不要洗哦，这个要记得回报，不能自己自私。对，你怎么可以这样？所以安内母汤哦，所以这个是不行的嘛，对不对？对。我刚刚他在讲的时候，我刚好在测试，然后结果我就已经洗到两等了，你才测才说。可是他打一颗就两等啊。啊啊！他挖一次就两等啊。对啊，挖一次就两等啊。然后后面在你前面挖了四颗，大概25%经验值。看一下啊，那这样子我挖矿，我现在还可以用丝绸之锄，因为我现在野生的矿洞。可以啊，可以丝绸之锄，可以丝绸之锄。哦，因为我想说，不是说这个其实是有问题的。应该他我有问题，你放出来没有？他是放出来吧，放出来，然后再打，放出来再打，对，再挖，这是你挖野外的没差。嗯，就我刚刚想说。是不是怪怪？哦靠！这里怎么这么多酷工？哦、我死了！啊，刚刚带，好怀念补血台啊！有了，现在有了，现在有了，好像有了。好，我等下回去。可是我们一直在那边等烽火台。哦。Super Idol 的笑容。公认椅子用火。椅子用火。从烤箱把它拿出来。嘿。哦，砧板岩挖下来不会是出力出岩出铁力哦？啊，不会啊，它是砧板岩的那个。啊、它预设就是掉出来就是砧板岩。好像是就是砧板岩的矿吧？因为它太硬了，因为它太深了。我还有 1.17 的铁矿挖坏，不是掉铁矿下来，是掉铁力。是掉铁原矿啊，它就叫铁原矿。一般的是铁原矿。啊、好，那个出铁力那个是怎么来？出铁力，就是不是有一个是 1.17 的改版吧？好像是它会掉金原矿啊，就是这个原矿啦哦，没事没事，原矿是一百块吧？是吧？对啊对啊对啊，
哎，哎、欸，不对啊，刚酱油是用丝绸挖，然后掉的。我一开始先用那个啊，我在用那个挖铁原力，我是用幸运镐，然后挖下来有啊，然后后面波波不是说丝绸之柱，我就换丝绸之柱啊，然后有经验吗？有啊，一次5%。你救我救我，跟你的稿子救我。就那个啊，我在你面前挖那四颗。检查。检查。检查你的东西。零检哦，警察。你挖。你挖。对不对？哎，对，如果你们有要中乳石的，可以传我。再放一颗。好，再放一颗。我放三颗，任君挑选。我这里有中乳石哦，好，中乳石，中乳石是不是可以做那个岩浆？可以做无限岩浆啊，可以做无限岩浆啊。所以我说你们要了可以过来，我拿一些好了。无限岩浆哎，因为我要准备离开这一期了，就是把岩浆放在锅釜里面，然后用中乳石滴下来，就可以无限滴滴，就会有无限岩浆。嗯，无限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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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猛哎，我好像很强哦。麦克打厉害哦！我是用郭富杰，也是用郭富杰，郭富杰啊，郭富啊，对啊，就是岩浆不是往下滴吗？然后郭富接住，哦，接满一桶就可以捞起来了。对对，终于有无限岩浆的方式了，真的。好了，可以了，可以用了。现在目前这个不会那个了。嗯，好嘞，那我要把我的铁变成铁原矿。就是如果你用丝绸挖下来原矿的话，它不会有经验值的。哦。但它就会一直会显示说有现在目前等级多少，等级多少，但不会加。哦。因为它所以我要换了。丝绸到处挖。是让丝绸到处挖了。哎、欸，等一下，丝绸是谁的？是你的还是我的？天呢？酱油，我刚刚丢给你的稿子是你的还是我的、啊？酱油不是酱油，你拿酱油的稿子过去吗？你刚跟他借油还他吗？对啊，你有没有还他？没还他，应该就他的吧。他还我啦。哦，他还你，那就是你自己的吧。哦，这把丝绸是什么？丝绸再见。我怎么印象我有丝绸？在我手上，想要吗？我把它放在伟大航道。那之后，感觉废矿，我去找废矿哦。看还有什么特别的。目前有公用的啦，我看一下啊、喔，有公用的是钓鱼、挖矿、烹饪，然后畜牧还没，对，就只有那个钓鱼、挖矿、烹饪。钓鱼、挖矿、烹饪，等级上去会有一些特殊效果的。嗯哼，哎呦，我看到烹饪的了，所以你已经研究好烹饪怎么搞了，正在用了。还有吧，反正我家里面有一些东西正在烧。好。所以是烧东西，不是合成、啊欸、我赌错了吗？合成不知道哎、欸，不知道会不会有。所以你是烧东西有？我是烧东西的。合成原团在占据这半边。我问一下，那个橡木园的蜂窝是要留着吗？还是？它现在里面都没有那个啦。它里面没东西也不是吗？我想说，这边有三座，有人要吗？换蛋还有蜜吧，有蜜就有用啊，没有蜜就有用。你把蜜捞走就好了。对啊，你把蜜捞走。或是你可以捡那个蜂蜡下来弄蜡烛。哦，好。蜡烛，蜡条。没有。蜡条。烹饪从炉子里面拿出一组羊肉，就直接三等了。哇。哦、直接上三等。差不多。好多、哦。记得每一种做的东西不一样，经验值不一样。哦，应该有分简单跟困难的。对对对对。哦，那比较难做的是什么？蛋糕吧。蛋糕啊，蛋糕。还有那个吧，那个什么糖啊？螳螂。那个不能，我们在这个世界不能吃的兔汤，我记得也很麻烦。兔兔。不会啊。不会吗？我怎么记得它要加什么东西什么？对啊，我记得它的素材不是要蛮多的吗？萝卜、甜菜之类的，因为没做过，我不知道。可是啊，玩一些冒险地图也没有吗？哎呦，冒险地图很少也会给那个吧？有一些地图会要解谜，会要你做那个东西啊。
好酷哦！那你不是卡关了吗？怎么会完成？哦，没有，因为那个材料他直接给我的。哦，我想起来了，你之前有玩那个啥的？对啊，那个什么就解谜地图，他就是直接给我要评。叮叮，有没有人对骑马有兴趣的？这样你要加倍。墓园旁边就有马哦，而且还蛮多的，有四匹。那我是不那是不是可如果之后大家都要开始练之可以在练之前去盖一个赛马园赛马场赛马场对呀、啊、赛马场要用第几代的马第八代可以吗可能要第八代还要不要第十代啦谁给你第八代有没有要长翅膀的要长翅膀的你说牧场旁边，哎呦喂、欸！我要火焰嘛，我要跑过去会有火焰的。火焰？那我想要那个马是可以就是骰骰子都会马上到终点的呢。你说主角是马是不是？主角什么东西？好像会录几个东西。玩错别的游戏，别的游戏哪一款呢、啊？哦，就是在玩同样的游戏。那我要到要鳄鱼，然后把你的那个全部都赶走。哦，凶，好难过哦。他是我的狐狸。哎呦，快啊！啊，端午节不知道划龙舟吗？没了吧？哦，龙舟这个塑胶传承了。计划也成了，为了不要群聚，对，我们不能群聚，对，不能群聚，所以我们取消了，所以我们就只能自己在外面走。对对对，我们自己在外面划船。假装在过龙舟，因应疫情的，我们不能群聚，所以才取消的。绝对不是忘记，真的绝对不是忘记，真的啦。哎、欸，我们哈基校长可能会忘记吗？你们觉得呢？可能？怎么可能？对不对？马越来越多批了啦。你那边超会生马的，一直生。我们这边生物还不够多啊。对啊。我要挑好的嘛。这个石头、欸，你可以驯马，驯马也有那个。有啊，我这匹好像有点慢呢、欸。你是不是二代啊？一代吧。最慢的那一种。滚哦，滚哦。啊，虽然那个生物大家重来重抓啦，不过尽量如果能够不要囤动物，尽量不要囤。好。好。啊，因为之前那个伺服器真的有点卡，是因为那个生物太多了。生物修这样，现在我们感觉好像没什么卡吧？现在要顺，现在蛮顺的、啊，对啊，嗯，你看我们大家都各自散开，在到处做事，好像没什么，还是没事啊，嗯，顺呢、啊，变变快一点。哦，对，屯屯，你要重新找你的熊猫了。对啊，没关系啊，没关系啊。没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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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那个怎么配都，那个怎么配都那两种，你知道吗？很烦。没关系啊，一些其他不一样的回来。没关系啊，没关系啊，我真的没关系，没事，没事啊，这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没有难过。我很在意吗？没有啊，我很在意，没有啊，没有啊，没关系的哦，没关系了，没关系的，真的没关系啦。然后为什么讲着讲着就流泪了？这是一句话，你只要讲的次数超过三次，它的意思就会开始扭曲，一定会变，一定会变。没关系啦，真的没关系啦，真的没关系啦，没关系啦，哪是有关系？对啊，跟你讲真的没关系啦。嗯，中文的奥妙了，哭了，笑，不演了，不演了，太哭了，太哭了。说好不提熊猫的，老是有人开局就犯规，你直接提熊猫。哎、欸，哦，这边，哦，你们打副本了吗？还没有，还没，还没。我在等白天，因为不是要等白天睡觉啊。No pin。我想说我等一下晚上还可以继续打页面刷唱片。哦哦，好。因为页面刷唱片比较快，他自己会过来，不用自己在那边追。对啊，过来过来过来。蝙蝠在那边跑啊跑啊跑的，跑吧跑。下来，耶！下来 ，BOSS 没出来，对耶，哦，对耶。嗯。哒哒哒哒哒
边哦。哦，怎么了？没有找到，又找到紫水晶矿了。哦，猫咪吗？晚一点吧。猫咪也是要找新的。对呀、啊。我觉得是不见了、欸。我们已经没有夜魅守护者了。已经没有。他们会横冲直撞。嗯，有石头呢。竹头。竹头，他那个畜牧不是种田哦。畜牧呢？畜牧，畜牧是什么？是养东西呢。畜牧是什么？种牧跟农耕，种田是农耕。两个手会拿起来嘟他，他嘟他这样子吗？郭老师已经跪在地上了。Hello。我想说畜牧那个牧应该可以种田，那我把我所有东西都种一次。Hello，Hello， 牧是牧是养动物吗？你是把你国文老师也种下去了？是也下去了，是不是？嗯，我想到发发的 Andy 老师 ，Andy 老师，他说他那个什么，他老师对他很不好，然后之后他的观众把那个地狱猪人命名成 Candy， 他把他推下去。太气了吧！那真的很不好哎、欸，我的天啊，真的快笑死了，真的是很不好哦，气噗噗。Candy， 学生时期我最讨厌的老师，你说学生时期啊、哦？对啊，Candy 讨厌老师。Candy 老师，他怎么都叫 Candy 啊？ Candy 是不是都来过来玩的、啊？那个老师，我学生时期最讨厌的老师好像是 Jennifer 吧？对，我觉得 Jennifer 就是一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你说都是狗狼玩吗？不是，你这样的名字啊，你哪安呢？那你这还是有观众说我的英文名字是 Jennifer， 你要怎么办？道歉。嗨，道歉，道歉，现在没有，我是说我以前，说不定现在不一样了，没有，现在改变了，现在社会改变了。不是，你要讲一下为什么那个 Jennifer 让我这么的痛恨。哎、欸、呀，攻击人家村庄、欸、哦！你不是珍妮佛，珍妮佛不一样啊！Jennifer、是你要想、哦，哎、欸，我砍错了，我把马砍死了。哦，哦哦那你畜牧有没有增加？他没有，马拿去撞还没有增加了。不是你要想哦，一个国小二年级的学生。好不容易做了一个可能什么美劳作业，然后呢，老师一看到直接说你做的也太丑了吧？请问一下，你心里会不会受挫？超坏的，好过分的！看你，他直接说你做那么丑，你哪会重做？然后你现在是个建筑师哎、欸？没有没有，我现在不是这么。然后呢，我跟你讲，重点是什么？重点是那个时候他讲的时候呢，是一个一个的人同学拿去老师面前看的那种程度。他讲的大声吗？他讲的就是一般的讲话声音啊。可是问题是，哎、欸，这个一般讲话声音，后面几个同学都听得到了。哦，小雨怎么了？还是他是他其实是新美塔。新美塔，新美塔，造型真丑。那可是短的男生要玩新美塔、欸，这样你会比较没那么难过吗？如果是新美塔的话，然后坐在椅子上，造型真丑。可是短男超喜欢玩新美塔的、欸。哎，我们不说那个，看到就是看到 Jennifer 的声音，我现在来瞅别人，我最讨厌的样子。啊，我跟你讲，不说，这个游戏现在，哎，没了啦，没了啦，没了啦，巨斧也走了，巨斧也走了，除了谁在家？我在家，大家好，我剩两滴血、啊、那我要去战区了。好，换你来。没有啦，我在家里的就好了。我的马要死了。马要死。马要死了。Phantom Jack。我在战区。哦，你在战区不是在家吗？为什么？我在家里的战区。噼里啪啦碰。我在往下掉。怎么突然又有了？那你？有什么？哪里有 boss 啊？嗯，那 boss 再多测试几只吧。
欸，深层岩的地方会不会生煤炭啊？哦，对，我也都没有挖到煤炭，好像没有哦。对啊，好麻烦哦，天哪！你要再回去挖挖了，对啊。Hello，OK，Hello，OK。哎，所以你是改了什么？看呢？这 boss 怎么怪怪的？完了，怪怪的。不行，时间一直在回溯，但我好恐惧。超怕。回复一次就怕回复上一栋。这个时间让我有点不太敢去打副本。打副本。好了，我不重置了。晚点再打。哦，这个可以打了，可以打了。废耶，把它挖掉。是会装很飞是什么？哎、欸，他的箱子给很烂的东西，我就生气。要不然先留着吧。啊，我把它挖掉。把挖了。我太气了。哇，怎么很气哦？行吗？深板岩岩碎石。哦，我知道了。科技，哎，你好。旧版的不会生煤炭。旧版的攻击山跟新版的攻击山，这个会有差吗？好问题。什么东西卷轴吗？你主要放进去那个光碟机里面看看它是跳哪一个。好，我上去看看。我记得之前就有这样的问题啊，就时间了、哎。可是好像就是它会读取。他只是读取那个 label 而已。我搞高哦，对，他出来的东西是一样的。我想说，旧版的攻击三，它基础五钻石是加八，新版的攻击四是基础加五，那我用攻击三不是比较好？啊，我帮你挖，代帮我挖啊，副本，该拿没拿错吧？副本这里。挖一挖，然后全挖完，啊，拿错了啦！哎呀，这个还行啊，那也拆不掉啦。好了。现在幸运稿我不会给别人了，你要寄幸运稿，我来帮你代工，因为这样才能练技能。哇，所以你拿经验我的，对，好会挖有吗？我刚挖一堆煤炭都没有呢。所以这个数值，奖励五颗，那应该就是没有的。总奖励五颗，一公的，为什么被没算到喽？老鼠，看一下，老鼠，我想像那个老鼠，这个倍率是零，那怎么搞？辣，那我测试一下，好，我的光，算了，好，那我测试嘛，现在马上危机一下。你是说蜡烛怎么做吗？不是，我如何上蜡？为什么成语零的？你说桶吗？对呀、啊。是要拿那个吗？蜂蜡还是啥？你在练桶吗？哎呦！练桶有点危险。我看到有人在司令台放个东西。哦。哎呦，不要那么快看到嘛！他想什么？可能最后才会看到。我就没，我就是监视器啊。刚好看到啊。我就跑过去看。真的是单颗。哎呦，它是直接合上去耶。合上，然后就会有一个上蜡的铜方块，拿蜂巢。对啊，也好像是。哦。这样一点都没有上蜡的感觉，你很挑哎、欸！你要怎样？然后拿一个什么？上面芦苇芦苇是不是？去做个刷子嘛？哦、啊，刚小雨超凶啊！不能想怎样？我想安诺啦！我想安诺啦！想怎样啦？啊、不是想怎样啦？啊！刚刚小雨说挖煤炭没有，好像煤炭真的没有哎、欸，就。铁锭啊，金锭、啊，矿物太低等了。二颗，煤炭不行。这裤子是比之前更少了一点。哎、欸，这件裤子很强哎、欸。对，这个是来帮我打。之后都下修了，所有的那个副本都下修了。完了，不能太爽了。
不能过。大家过太爽很久了，过太爽了。我那个某淄博都这样子设计的嘛，我这边设计。我们要抵制，谢谢淄博。我要申请，我要申请申请退费，申请退费赔偿。请问有没有轻松礼包呢？那要玩到某一个阶段之后，你接下来就要说什么？啊，那个为了很感谢大家支持，我们现在连续七天登录呢，都会送五只四星的宠物哦。接人，嘴爆，哎，气耶，气，超气，难怪在退坑之前，我直接抽三只四星。啊，好夸张啊！菲律宾，我刚想要丢人吧？对，对啊，结果我没有问号，没差，那你退了也不可惜。对啊，哎哎，都这么多，老师都是人家在抽，我都没抽。不是啊，你抽到也是退掉，你抽那个要干嘛？就没有，就他想要爽一下哦，爽一下。那你再载回来去抽抽看，他现在在送不是吗？他现在还在送吗？不知道，七天的那个吧，嗯啊，反正我不知道，不知道，那不知道啊，我不知道，那什么不重要了，不重要了，我还是去黑沙骑马好了啦。我是怎么不知道？恶之高效，恶之高效，邪恶的恶吗？哎，他之前拿那个书，他好像不会写说剩余几次的那个次数，哎，书。就是不是有那个什么30%、70%吗？哦，对，我刚刚也在用，然后我你升强化之后，那个它的那个次数剩余次数不见。对，哎、欸，你看我的裤子，哦、你看我的裤子，然后拉下来给你看。我告你！告爆！我告你！哎、欸，不要这样，不见了，对不对？我不知道它剩次数多少。对我复制一份，让我研究一下。那现在敢还可以冲吗？还是不要照冲吧？我看一下，我先看一下。啪啪，就影响比较大，应该是那个吧，100，就是十张过完还可以继续冲就有差了。就不知道，对，因为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冲。因为我现在领的是还是一，这个怎么变三了？还是我领的还在冲？没冲过的还在了，可是八。他次数是还在记录在里面的，只是我知道是没有显示出来。研究一下，看一下。林华姐，哇，今天问题好多，没事啊，大概吧，正常的，正常的。啊，就像一个游戏，要送隔离包什么，送钻石啊。有没有？至少你有承认你有错误啊？你没有承认之前的一些问题，那个数据错误维修，然后就没有。至少你承认你改数据啊，对不对？对你有承认你有改，你承认你改了。对啊，暗怨念都很深。对，我原本没有硬凹说啊，原本的还是错的啊，现在还是对的。对啊，我们现在这只是数据修正而已，原本错。你想要变回来几率吗？请克里包，请克里包。哇，这群人会有，副本现在看起来是正常的，正常的，正常。副本看起来是正常的，可以，大家可以去玩玩的。就今天打的是简单版的了。就整体的难度我觉得还好。有四出名，有四出名。就奖励变少而已啦。耶呼！奖励变少了。然后有观众说他的评分是 1.7 了。对啊，早上看1.8，失去。可是他在另一个平台好像也是4点多啊，因为另外一个平台买的那个比较多一点。那边评分刷不下去。对啊，安卓的比较刷下去。你干嘛？这边太难赢，公司出名过。我紫朵的那个不见了。我别打他，别打他，别打他！怎么了？我没有打，我没有打。阿诺，阿诺，阿诺！没有，我在引僵尸村民呢。好了，下楼看好阿荒，看到我的引。我一下看了个绿色大脸，就很想打。绿色大脸，绿色大脸。没事没事，让他打。哦，黑光碟，味道是，味道是。
味道士是比较好的啦，我还是比较好的啦。你味道士是把枯工换掉不是？没有味道味道士拿斧头的拿斧头的，他会兵斧兵哦。嗯，他会把你的盾牌给破了哦。没有，我跟你讲，有人讲到说那个什么手游买评论这个啊，我跟你讲，现在没有一个手游是没买评论的啦，你直接去看那个评论就知道，仔细看就知道，看那个评论就知道啦。你仔细去看他的那个讲的内容，笑死，讲什么？环境很舒适哦，然后是一个手游，环境很舒适，然后不然就是明明风格是那种可爱风，跟我说什么武侠练功？问号。买评论那个评论还好吧？他这不是都什么什么登入什么什么什么网站，领取什么什么礼包？对啊，完全没关系，拿到五星好评，完全没关系，超好笑。这到底在评论还是在工商啊？没有，他只是要洗评分而已啊，他就是要把评分洗高啊，真的是。看到 boss 了，对啊 ，boss 在家里耶，对啊 ，boss 在家里，哎呀，在家里也回收。哎，天黑了，那我要带。蹦，哎，我要捡。哦，我的书有剪刀，没事。哦，有你的书有剪刀，我想说，哦，在那边 ，boss 我来了。我想说先不要打，哎，打一下，走，小雨那个 OK 了。那 boss 可以打还是不要打？可以啊，打，好啊。好，他是二合一的，死了，好。boss 我来了，可以让我尾吗？拜托先不要睡觉，谢谢。有，让你尾。酱油，听到哦？有听到吗？我说什么？没有，不会。他打血剩两格，我就滚远远的。好，我滚了。完了，好了，可以滚了。我被沙瓦鲁兜了。沙瓦鲁，哎呦，你真的是哇！哦，你吸到了。哎，我婆婆那边，婆婆吸到了。哇哇！我只是我刚刚身上有钻石，我不知道他掉多少。贡献啊！请那个啊，就是应该是掉一组。一组而已哦，因为我刚拿两，我确定我是拿两组又多一些，我太不幸运了吧？你怎么那么多啊？太少了吧？那我要去充装备，那我以后不围刀了。我不用，我刚还在换装，你们就打完了。没差，你都来了，没差，我主要是要想要刷书吧？啊，那总共是几个人？你们分。一二三四五，阿纪有吗？有，五个人呢。我分在里面，一二三四五。等一下，第一叠有16个，后面是四叠，等一下十二。好，那我要拿第一叠。啊，我拿最后，拿最后。我没拿到。大哥，你三个圣子，谁的圣子？卫生纸，卫生纸，谁三个圣子进来？啊，胖的。我刚刚也没点到那个防爆卷，在我这儿。掉几张啊？一张，哎，防爆卷是要掉几张？只会有一张啊，大概会有十张吧。那又没有加倍，哇！然后他其实那个锻造台前面少一个，哎，锻造前面少一个啥？你看我，你今天讲几次了？你看我，对，我刚打到了。你给你看这波，哎，所以他借我那把要给你更新吗？还是没差？你直接放到。那个鉴定台点一下就好了。Oh, 好，那晚点再去。他现在那个 1.17 因为洞窟变超大嘛，嗯，然后常常那个废矿都一大堆裸露在外面，看起来超奇怪。看起来超不神秘的。就是没有，他就很就是一大坨全部架空在外面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嗯哼，我觉得好怪哦。嗯哼，习惯。对呀，不习惯。锻造失败，继续锻造。哦有哎，成功，冲啊，冲啊！啊，我的裤子保住了，怎么了？可是为什么他是先爆掉，然后再沉？对啊，为什么？哇！我有电卷吗？爆了？我没有，我的裤子不见了，我的裤子不见了。是哎，刚刚有电卷吗？没有啊，我没电了。哦，那爆炸了，正常啊，爆炸是正常，但是为什么跑出温室系数？怪怪的。哎呦，那一件哇，我应该放爆的哭啊。没关系，今天完全没玩到。他今天 debug 远呢，开台 debug。今天他最忙。真的。新改版那个工程师最忙。真的头痛错了。
我就可以剪今天的那个哈基哈基哈基。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哈基你看我，哈基你看我，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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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剪一个。然后我们其他人玩的很开心，这样子。那我们在到处找 bug。对啊。对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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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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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组合唱团，我们合唱团不是已经决定好就是固定唱三人了吗？没有，我们要 唱一点古典乐，古典乐 ，Super Idol 的笑容，那不是，那很古、哦，那很很这是很以前了、啊，啊啊，虽然没有三人老啦，哇，我刚刚那件裤子。没关系啊，才有丝才有的，不是那个有卷有，我刚刚就先冲卷的。哦，你是先冲卷的、哦，哇，你是反过来哦。没有，我想说就是，其实这样比较好啊。那你还不垫卷，那你也是很敢啦。嗯，对啊，我想要赌之后再说，可是没想到一上没有之后，没关系啊，没了教训，已经没了，这是教训。我已经有一把剑的教训，我还学不乖啊，真后悔。嗯嗯嗯，我活到昨天了。那请问一下 ，I 跟 X 是几啊 ？I 跟 X 什么是几？哦，一个 I 九啊。哦 ，I X 是九啊。哦。其实他看那个数字很简单，你看到 V 就是等于五，然后 X 就等于十、哦，这样子。然后你看他如果是前面的话，前面一就是一个 I 的话就代表四，啊前面如果是在后面的话就是减一啦。加它在前面就是减一啊，放在后面是加一、啊。前面对啊。哦哦，是这样哦。是。哦，刚刚魔化，想说啊，这是什么数字？你魔化到什么？已知用火。我魔化到风力加一。哦，很棒耶！哦，很棒呀。这什么？就武器风力八变九。哇，我以为你会冲到。你一定是八加九。魔化是八变九，不是十变十一啊？你对啊。好亏，挖亏，他没先冲到顶啦，对，没冲到顶。然后他是不是只能魔化一次啊？他魔化完之后你就不能动他了，那期就再也不能动任何东西。你上攻了，你上礼拜不在吗？在啊，我有看你们魔化。那你怎么没听到我们说这句话？就是不能不魔跟断招都不行用了啊。就是最后的动作啦，这是最后了，last。因为我不敢再冲了，我想说魔化好了，反正还有另一把，还有另一把，没事，应该不会那么衰吧？然后就好了，就过了。加一还算可以啊，如果是你觉得那一把要完攻的话，嗯，对啊，没有，像我的盾牌耐久十二修补三，耐久优秀吧，够优秀吧？不错啊。我的武器也只是变成加速键而已啊，跑更快。都已经这么好了。上次魔化算是结果比较好一点，应该是我这一把吧。嗯，你的幸运是最好的吧？还有那个他进那一把无敌的弓啊，击杀有几率会有无敌。无敌那很强哎。对，但他不用说，帮我升十秒。他的趴数是那种，就是大概到不到不到两趴，不到一趴，忘记了。哦，所以就是触发不容易。上次副本还能触发更红哎。对啊，刚好触发的。摸黑黑嘛，还有开无双。这都是你们热透中的原因吧？哇，还是这样啊？还唱衰你？在 diss 哎，哇塞，还取笑你？校长，等一下，校长，抱歉，抱歉，校长要哭了哦，一哭已经哭了，哎。对吧？校长今天已经够忙了，你还这样子，校长很难过，难过，难过。校长在心里想：你为什么要说这种话？今天开开心心的做了这件事，来试试看。啊！玉髓剑，
五条属性有三条攻击，两条不是攻击，我来洗掉一条看看。哦 ，bang 不见 ，bang 不见，哎 ，bang 怎么没有东西消失？啊！哎呦，自己用出 bug 喽！有 bug 了，我看看。自己的 bug 自己找。已知新 bug。今天我们的工程师很忙，就是修到失智，修到失智，好累哦。排他耐久最高是多少？耐久十就很够了。那怎么可以到十以上？你往上的话就是要魔化的，想办法磨到那个啊。因为我刚刚写耐久从七到八。60颗钻石，可是我刚刚退回6了，然后他还是 7， 然后我放64颗，他说我材料不够。你看一下，你放上去。嗯。不用放上去，材料拿身上就好了，钻石放身上。材料拿身上。啊，太久没充装了吗？你哎，对。完了。哎，那个刚刚可以当做没发生吗？抱歉。他们已经看透了。抱歉，我失忆了。抱歉，那你刚刚就这样抽吗？对，我刚刚放上去冲啊，可是没有我说在之前都是这样抽吗？好像是吧。然后我身上都会放备用的。那你不就是损失两倍的钱之类的？没有啊，它方便的好。对你就是损失两倍的钱。有钱人，我充装法两倍花费啊！哇，有钱人就是不一样啊！师傅，我画是你的财产。天哪，我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拿到嘞？我觉得拿不到了，我觉得拿不到。你还在指望啊？哎，怎么了？你刚刚有看到讯息吗？就是我的保护是成功到5了啊，但是他还是4。哦，锻造成功，然后还是四。我看看，我快点拿完了，辛苦了。还有哈记，我的盾牌七到六，降到六还是降两次了，还是在七。现在数值不会有变化的概念，可是爆掉还是会有，爆掉有，还是会爆啦。我，对，爆掉还是会爆。测出来了。对啦，我帮你爆测出来了，爆掉还是正常的，没错的。太闪了，加不上去了，但是还是会爆啦。对啦，明明都是 bug， 然后有一个特别惨的，有一个超难过的。只是站不下来，升不上去，可是还是会爆、啊。我真的没有很难过了，你也没有很开心，你也没有很开心的、啊，我是很不开心啦。哇，你笑得很开心呢。我是没有很难过，但我很不开心，憋着笑，陪笑小姐。那我补那个你的材料回去给你重新充好不好？他说你要自己重新按的话会不会过我不知道啊？会不会过我们就不知道了。再来一次，再一次，来各位小朋友们，我们现在来那你要帮我补一张防爆酒，刚刚有放哦，好，防爆酒可以。那有一颗鸡蛋。那我有没有鸡蛋呢？对你没有影响啊，你就是爆装啊，对不对？你就是冲爆了吧？你还没有电解，那我就没办法了啦。哎，那个退等的有补偿吗？那个两倍钱的。我回去了，哇！
平行世界，说好的。上线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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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花一倍的钱了，也没事，没事，没事。多花一倍的钱，那我们有没有补偿钻石啊？站长，我的是60颗。说今天开服补偿吗？哇，这病人玩狗吗？哎哎、欸欸，我们都几乎都觉得太累没玩了，然后我看他最近有出新的，啊，我已经差不多了，我也是差不多，我觉得好累哦，那一款真的好累哦，累死，没办法。可是那一款是真的是，有时候你会觉得是莫名其妙的，对啊，他莫名其妙都会送你一堆东西，你知道吗？那我们这个伺服器有没有啊？一直希望人家送。送加油，哎、欸，你自己加油，加油加油，我们送祝福啦，对，我们送祝福，送祝福，怎么了？有怪怪的了吗？因为刚刚你看我的鞋子是四条属性嘛，对啊，然后我刚刚放了一颗真人石，他写我的属性上限已经达到上限值，但是他给了我一个攻击力的效果，好，我跟你讲，那个攻击是本身隐藏在里面的，没有那时候没显示出来。哦，对，真的。我的盾那个时候多两条幸运一样。真的石有消掉吗？应该没有吧。真的石，我刚刚没有看几颗。太难。三号，我是要其他的，我是要其他的。我感觉我每次都在经历心碎的过程。哦，好像还有空，你没有买保险。有空把你们的装备都是放上去点一下，那样子。哦，刷新数值，对，数值刷新，有可能里面隐藏属性的时候都隐藏在里面的，都没有显示出来。旧版道具，封印解除，真的是封印解除。来来来，我真的是找到时间点，找到时间点切入。啊，你说新闻社是要做的，新闻社想要讲。哎、欸，你知道吗？我一直以为你是今天招会就要讲，对啊，我其实本来每次都是想说招会就差不多要讲，然后这当要讲就会开始蹦出来有些事情，你知道吗？哦、还是你以后跟校长讲说今天有那个招会，今天有报告事项，然后你就要去台上，然后那个校长就会 cue 你，不然你站在试音台旁边，那一直站着啊。我就站着盯着校长、啊。对啊，我是想说这样好像会干扰那个耽误大家做事情，想说就是大家一边行动一边在做事，可是这样好像反而更难了。找不到话题点插进，因为话题大家一直有事情在讲，我们直接点切入。好，你现在可以了，你现在可以了。Your show time 啊，又是硬插进来就对了。对啊，这样不好、哦。强硬一点嘛！啊，等一下，我走到安全的地方。啊，好，那这次的问卷呢，就是关于，因为现在就是很多学生的课程都已经是变成线上教学了嘛。嗨，对，然后我们就来想说，那我们就来想一下，在线上教学的课程的时候，我们轻松高效的谁会一边上课一边偷懒呢？那这边呢，我觉得首先可以先来表扬一下，大家公认最不会偷懒的应该就是允月咯。哦，允月，因为就是在投票就是谁最会偷懒的这个部分呢，允月一票都没有拿到。哇，真的假的啊？其实是大家忘记了啦。没有，你怎么，他一定会做事的啊。是啊，你要每个人都有被投到，我里面唯一一个可以起来早八的人的、欸，对，对啊，我其他人可以起来早八、欸，什么？我都不睡的、欸，直接不睡去吗？我早上都有跟到允月的台、欸，太强了！我每次看到早上开台，繁星都会在、欸，对啊，繁星大概就是早八上完，然后直接从十二点睡到下午四点吧，对啊，下午的课全部睡掉了。好，请说。好掉那我们偷懒的第三名，从第三名开始公布哦。啊哈！我，继续。你想要承认是你吗？不是，真的是团团啊！不是啦，不是啦，第三名呢就是繁星啊！啊，居然是繁星！
是繁星，我好意外啊！意外哦，应该高速很近吧？跟其他队会很。其实中间有六个人的票数都非常的接近，是哦，对，都超近的啊！繁星只是刚好除了影院之外，大家都很近，就是。除了第一名跟第二名之外，大家都超近的。哇哦！Oh my god！ 选繁星的其中一个理由是说，繁星上课应该都在画画吧？哎，是，合理。那另外一张票呢，就是繁星他自己投给自己。你这个部分你有什么话要说吗？我就说。我应该也是画画吧，不知道干嘛吧。我是打开画面切掉，然后在看自己的东西啊，画画、啊、还是玩游戏啊，这样啊。哦、啊，啊，我所以我两票而已哦。对，你只有两票，大家自己票第三名，就是你自己票，因为是有那个有排名，就是有一二三，所以有分数去算的。嗯啊，对，咚咚咚，嘿嘿，啊，再来呢，第二会偷懒的呢，就是波波。耶，谢谢，我也是这么觉得呢。至于偷懒波波。大部分的理由呢，都是感觉波波不是直接睡过头，就是上课的时候会偷睡觉。没错，我跟你讲，我以前上课就是可能早上可能比如说八点的课，以早八来讲的话，我看到比如说这八点十分了，人家上课，好啦，第三节再去好了。好，第三节，明天收再去，明天收再去。太晚了吗？没事，然后没有，就你知道。一个月不能太多，是四个礼拜大概只能一次或两次，然后就是你当你知道就是不行不能再翘的时候，就把自己逼起来，一定要去，然后大概人家上课到上到一半的时候就走进教室，我的天哪，迟到啊，我迟到，但是我跟你讲，我们永远会到。你永远会到，但是会不学习而已，对不对？不学习会晚到，抱抱会迟到，但不会缺席。对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理由是说波波可能会上错课没有没有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因为我就是怕这种尴尬的情况出现因为不是有人是走进去上了半小时之后才发现这不是我要上的课然后我就为了要 免除这个尴尬以前大一的时候都会先可能第一节课的时候就会开始确认第三节课的教室在哪里然后会先去实际走练一遍你知道吗我练一遍，好用心啊！就是你知道会怕打开门，然后进去不是自己同学，然后sorry， 然后再赶快退出来。他这很智障，所以我不能干出这种事情，会被人家笑一辈子。所以不会，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所以我一定会先去找好教室，先 re 一次。对。啊，这就是我们第二名的波波。那再来呢？我们最会偷懒的呢，第一名就是酱油啦。理由大部分呢都会有在发呆啦，或是跟同学聊天。不过最主要的理由呢，都是可能一边上课一边在吃东西，吃到忘我吧。哇！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酱油应该就是上课。偷吃东西的王者啊！王者，好吗？虽然说刚开始我刚刚开始我真的是有偷吃棉花糖啦，但我平常是不会这样做的。那为什么现在要做呢？在上课啊？理由吗？对啊，好像我们没有在上课一样啊。如果上网课的话，然后老师没有空看那么多学生嘛，就是应该不会这样。上课内容很无聊嘛。好笑！以上就是这礼拜的问卷调查。哦，新闻社做事了耶，难得。新闻社社长，我有一个投给我的其中一个理由是看看新闻社都多久没有做事了。哇哦！还要偷走新闻社，好过分！对，新闻社哦，这到底是谁？新闻社。新闻兽变成 ARK 的十八禁。好了，今天我们去抓新闻兽，要修。
你知道我中间有投，我投给有酱油，然后我还投了给小雨。啊，你竟然投给小雨啊、哦？原因是因为，小雨感觉就被酱油拉着跟他聊天呢、啊。可能性很高。我觉得如果事实的话，应该是会可能那个小雨在看繁星的画什么，然后就跟你一起。哎、欸，你看这个，你看，这样。我觉得最有可能就是呢，我看繁星画画，拉着小雨聊天，然后两个一起看繁星画画。我靠！同时同。哎、欸，有人在旁边看着画画，压力很大，会很不爽，你们知道吗？所以哦，对啊。只是，而且猜测，而且有时候可能这只是画好玩的，你们在看就觉得很害羞，就动笔动不下去，会这样子啊、哦？对，所以会用手去遮还是怎样的？啊，这样难怪以前那个我隔壁桌的在那边写东西、写字、画画啊，然后我说你在干嘛，他就用手马上遮着，把自己遮的超紧实，完全看不到，密不透风。他会怕吧？不是怕、啊，就是他会觉得，就是我只是轻轻松松的那个而已，就被看。为什么？宝宝会从我家经过？你干什么、哦？我跟你借一点小麦，我要去抓牛。啊，对，我要去种田诶，忘记了，我的农田全部都没了，那去找一下。有在墓园的可以互相帮忙一下。好，等一下我下去，等一下我下去。我想说我先确认一下这个东西，因为跟之前显示的不太一样。对，因为我大改指令，所以很多东西都不一样。哦呦，那我先下去帮忙。我刚挖了一堆木头了，就可以我来帮。我今天目标飞到五等。啊，我一定要比你更高等。那你要六等是不是？问你五等，你我不允许有比我高等。哎、欸，有那个。关于偷懒，线上教育偷懒这个部分，有一个杰克的理由，就是一定在练风之谷。哇！我自首，那是我。哎、欸，可是那时候我在选第三个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我前两名就已经选完了，第三名我真的不知道给。我其实那时候我在选第三名，我也是想了很久，想很久、啊，我真的想很久哎、欸。因为一二名就已经有人选了，对啊，有人选了。原来我是第二名哈，第三名就是我选小雨，就是因为对啊，想到应该会被拉着聊天。你知道我第三个我选哈基，我说他校长哎、欸，干嘛选？我第三个真的不知道选谁，只好选自己了。你原来第三个选自己跳的。对啊，因为我实在是不知道选谁，我第一个选波波，我第二个选阿旺。我原本想说第一个要我就选我自己，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一定会超级不认真的，所以、但是想说投自己也太无聊了吧，那就跟可是其实真的不得不说，线上教学你在家不偷懒真的很难哎、欸，很难啊。对啊，就我多少会分心啊。对啊，因为有时候会看说这个课程到底是不是就是老师讲的话是不是有重点，如果没重点，你就会选择做别的事同时听。对对对对，就是不管怎样，可能多多少少手机都在旁边偶尔滑一下。如果老师讲的真的很无聊，可能就开个游戏之类的。什么？我们家附近有山羊，抓了！有山羊啊！抓羊咯，你要不要 PP 我？抓羊，抓羊啊！抓羊，抓羊啊！抓羊啊！哎、欸，这不是以前不是有一款线上游戏的，那个怪物的名称都是类似这种胯下羊吗？对，胯下羊哪一款啊？希望啊，没有印象哎、欸，希望啊！对对对对对对，没有玩，希望我没有玩，但是我听很多人有玩。那杰克，你有没有吸到欢神？怎么样？看到古力炮，我就想先打一下。打的，古力炮的没有，我没吸到。嗯，你过来扫一只了。我对希望最大印象都是那时候玩，他会掉一种水，一种宝石叫红宝石，冲装用的，非常那时候非常的值钱。然后那时候我跟人家都会组队直连，直到有一天我们达到了一颗红宝石以后，我们就拆火了，拿红宝石他干走了。
当然啦、啊哦啊哦啊。你看下面，你看下面，你看下面。外红宝石绝耶！是说小雨嘞？哎、欸，几百点卡啊？那个、啊、那个点卡，他跑去哪里了？小雨不见了，断线了。小雨断线了，他连 DC 都断了吗？哎、欸、哎、欸，他全部不见了耶！哦，这次有发现了、欸，对对耶，他跑去哪里了？回来吗？刚有他只是断哦，他宕机了啦、就是了他。他说他宕机，然后刚刚重开在跑更新。对啊，我重开就偷跑更新也太过分了吧！就等到人回来之后，我们才发现小雨不见了。小雨，我刚好 Q 到你。所以刚刚小雨有听到吗？我没有听到什么，就是感觉他自己说我会陪着被那个。哎，好久啊、哦，还蛮前面的。对啊。哦。不多。他消失了，怎么了？我问一下，请问那个蜜蜂怎么知道他在家？你挖掉就知道了。你用石头就是挖下来，然后他没有办法跟其他东西叠在一起的时候。哦，因为里面已经住人了，不能叠在一起。对。哦，那你要有两个以上的蜂巢测试哦。哦，那哦。或者是你挖下去拿一般的，然后发现有蜜蜂在追你的时候，那个是假啦。对啊，又是他。我刚刚脑袋卡十秒才知道说我在讲什么。卡住了。蜜蜂怎么知道他在家？嗯、蜜蜂怎么知道他在家？蜜蜂他在家里，他怎么会知道他自己在不在家？是裸蜜丝的部分。脑袋打结了。蜜蜂他在不知道他在家。他知道吗？他有没有在家呢？家里吗？我蜜蜂知道他在家吗？蜜蜂知道他在家吗？你现在是要探讨他自我意识的部分还是哲学的部分？我刚好犹豫，你知道吗？我在想说，我记得之前你们有教过说如何判断他有在家，就是走到他旁边听听看他的声音这样子。哈？拍他几下、啊？要拍他是不是？他有没有成熟啊？有没有人在家？拍刚刚掉的奴，虽然说快坏了，谢谢大哥。所以是要看蜜蜂里面有没有蜜蜂的意思。对对对对对，蜜蜂怎么在不在家？按个门铃试试看。叮咚，有人在家吗？咚，有我在家。就过不来呀、啊，你开门呐、啊！你日子还过得下去吗？谢谢、啊。哇，你凶校长啊、哦！牙派呢？哇，派哦！等下校长，对不起，今天的我才是套麦，我不太冒犯你啊。他今天已经很累了哎、欸。拍静静，今天我在家。我在啊，怎样？怎样？找不到牛哎、欸，牛牛。对啊，我在找牛，不想做那个。哦，有了牛牛，完了，原来他在这，在最近的地方。所以我在想，你为什么要用在最近的地方？你要用小麦，干嘛不用酸笋？哦，对啊，你其实可以用酸笋哎、欸。哦，哦，对，哦，哦。对耶，对耶，对耶！你不是在前期生存，你其实可以直接用酸，已经是大后期生存。嗯、那有人可以送给我吗？我家里有很多。你在哪里啊？我到外送了，要外送费哦。我在外，好、哦、外送费啊，一颗，一颗太少了啦，两抽成都抽很多。你知道吗？你说三层吗？三层懂哦，懂啊，对不对？给哦，我这边有超多牛牛的耶，我可以全部带走。好，去找你。说撒娇吗？不行呐、啊，带他们的肉体回去。啊、哦？后面还有哇，还有羊羊。你这是哪？就是家里在后面一点点的地方。嗯，没有到很后面呢。有点后面的，那后面的，那我先走了哦，谢谢。那我们就牵这三只回去再繁殖啊。那养羊嘞，养羊我有两只了。
欸、你钓了一只、欸、我帮你签了。我签了，我签了。剩下我慢慢带。我以为这是兔子哎、欸，你看这个头。对，我刚刚也以为那个是兔子，结果过去是。你要草泥马的头顶。对对对对，草泥马的头。然后想说啊，怎么有兔子在山上？发生什么事了？宇智波骗你。然后过去哦，泥马。尼玛、欸，尼玛，凶暴，是尼玛。我只突然好奇一件事情、欸，像现在都是在远程上课嘛、啊？那假设比如说，因为像你如果平常在学校上课，你可能不认真怎样啊？老师可以直接现场当场罚你要干嘛？啊，这远端上课被老师抓包，你不认真的话，那他好像也不能拿你怎么样哦，当掉你而已啊。去房间里面罚站。嗯，房间里面罚站。请问阿罗，水果进来房，想说这个人怎么站着上课？对啊，我被罚站了吗？突然想到这一点，你知道吗？刚刚老师抓到我在玩手机。可是突然当掉这种，大部分都是在高中或大学才会比较常出现，国中有吗？啊、国中国小有吗？国中不会当啊。对啊，那这样不会、啊，那国中国小至少要怎么办啊？就老师就很头痛，就是叫你罚写。啊，也是，而且他叫你一个来念课文，他罚写交给你是他是要记的，是不是？用拍的、啊，用拍的，用拍的。等一下那个人很强，用 PS 怎么办？哇！然后老师很强、啊，老师把他拉超大，然后这边看。就是你写一个字，然后呢直接考笔，然后拍那个纸，就是拍好把他写成笔刷。对对啊，好猛、喔！你这个复制贴上的我不收。超扯！小雨通关了，关你。可是说真的啦，你有没有认真读书？老师其实也不用管那么多啊。其实是不需要，是你未来的、啊。说不好也不干他的事。对啊，可能他都领以后他的钱而已啊，不用理啊。嗯，对啊。他说我最近才看到一则那个瑞尔贴文，是说，就是说他看到一则瑞尔。就是说他罚写学生，可是学生罚写又不交，然后如果不交的话又会加重罚写，然后之后那个学生的罚写从一篇变成32篇，太夸张了吧？哇！啊，那好像有看到有这种啊，有，然后就那个家长啊，就跟老师说啊，我的儿子罚写已经到32篇了，能不能晚点再交？老师就说不能，就说如果他不准时交的话，罚写还会再增加。就是高利贷啊，高利贷吧。就那种不会交的，他还是不会交啊。对啊，罚到100遍还是不会交啊。罚到100遍还是不会。对啊。不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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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不好。撩人啊。你们有谁有骨粉啊？嗯，我很多，我也很多。我箱子好像有一些。好。哎，所以那个枯工的那个箱子都还在吗？还是不见了？箱子在，哦，箱子里面应该剩一个箱子而已。那我带一堆剑拿着好，应该有骨头啦。是有了，不多，不多，因为后来就比较没有人去刷了。嗯，为什么这地板一个是5格，一个是6格？哪里啊？哇，崩溃，哇，哭了，气爆了！哪里的地板？没有，就地下一层的那个墓园，它。红石火把一个是5格，一个是6格。哦，插红石火把，你就拆掉吧，也不知道那是。掉我有点忘记那红石火把那时候谁插的嘞？我插的啊，不是啊，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一个很 OK 的正方形吧？它是矩形啊，我记得它本来是矩形，它就是矩形。它原本不是插那个5格6格，它原本是更紧啊，是因为之前不会升怪，所以就把它往外再对啊插一点这样。对啊，哎、欸，他没骨头了，我要去找你们家里拿。搜刮大家的家，你是要很大量的木头吗？啊，还是农田？没有，我是要弄田小麦哦。对呀、啊，是。哦耶！哎，送别的了。你今天在黑茶做了一个25%的，你今天哎，我这个也是25%。我要气死了！我要气死了！哦，马子瑞拉拿去啦！哦哦，你有垫东西吗？哦，我的心，我有放防爆而已。哇，好强！好，我是觉得防爆比强率好。哦，好爽。我的心好痛，看医生。
的心。哇，就是那一件裤子的，一定是那件裤子的。每次都是小雨。每次都被我水味抢走，所以电玩水味。Every day, every night， 会好几次哎，好几次。我你看我上次那把剑爆的时候也是啊，对啊，他也是八到九啊，哎、欸，真的是我越想越不对哦，哇，等一下，你是不是你昨天不是有聊到那个什么？什么？哦，对，过两天，你过两天就会那个，你很想要那个东西啊，快点。哦，然后你就没了，然后你就被小雨捡回了，然后我就把水位捡回来了。还是因为我放礼物在你的箱子里，没有吧？今晚不是就没了吗？在今晚就没了，不管有没有过。那我送你一个礼物呢，团团，你会我会过吗？哈？看你是送什么咯。你是给我你过来你是给我 Gold Apple 吗？对啊，好哦。哎、欸，啊，是这个东西哦。基础，什么叫啊？是那个东西。你有放光碟吗？好不好？请说，请说。我其实各放了一张一阶的耶。好，十颗一阶才十颗。对啊，那我干嘛放？我直接打还有二十颗哎。嚣张！不成长，不成长，完了，不成长哎！出事了，嚣张！他放各放一个光碟，然后只有十颗，哎、欸，然后没打二十颗，没放了二十颗，帮忙睡觉是不是？你是放了光碟变是放了让它变简单是不是？可是有人想打夜妹，有简单光碟，杰克那只我的，我想说有人要打夜妹的。哦，没有，因为我想说这边有精英怪，可是他旁边有二三十只怪。谢谢杰克，就是不会给钱，没有啦。现在原来都是给钱了，好难过。发 TP 咯，发钱，给我钱，给我钱，还要橙色主义，全部刻一张。还有要打精英怪，一阶的而已啊，我想说轻松打就好了，太轻松了。太轻松，捡十颗啊！我太轻松，一样不行、哦。你啪碰，还是什么？你不勤勉，他晕过去了。在我这，在我这，没有，因为他现在白天呢、啊。哎、欸，哎，好啦，可是其实我打了一张防爆卷，好开心，强绿吧，防爆强绿吧，强绿吧。他写防爆呢、欸？可是我刚打到也是防爆，哦是哦，哦真的假的？哦，我以为会是强绿的。我刚打到的也是防爆。反击要尾吗？啊，还要让我尾吗？反击再试试看吧，再试一次吧。啊，现在调整就是调整，嘿，没有，就是调整那个 boss 掉多少次。我好，我没钻石，42颗而已。我不尾了，我不尾了，我不尾了。真的吗？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90%会掉防爆，10%掉强率。哇，这么低哦。所以等于说就是基本上一定会掉一张哦哦哦，那所以是因为会掉这张，所以要少10颗钻石吗？哎、欸，可是我觉得蛮合理的耶。你说这样子吗？就是如果会掉防爆卷，然后会那个这样变少，好像蛮合理的。可是他什么都，可是他什么都没放，不是就那个了吗？就20颗钻，所以再加那个防爆卷10钻吗？可是防爆卷不止10钻吧？我觉得没有他防爆卷，他的意思不是说就是你进去打就是会掉防爆卷吗？对啊，对啊，对啊，那你什么都不要，难度还那个，你什么都不要放20颗加防爆卷，你放个光碟10颗加防爆卷，怎么想都怪怪的吧？至少是只什么都不放，不是20颗吗？对啊，他都会放一阶，剩40颗啊，对啊。哦，我是讲，我是指没有放东西赚了。哦哦哦，那就好了。赚翻，赚翻。对啊，这个至少是你调低价钱，有没有？你还是有其他东西还是可以的。那阿旺，你要退回你刚刚获得的东西重打一次吗？哦，应该是不用了，没关系。我的哦。bug 嘛，没事没事。还可以怕周球，怕周球。
不是啦，这这白火。哎、欸，哦，副本，找到了。时间差不多了哦，该打副本了、啊，快点哦。嗯，有人在接吗？没错，我在。水哦。嗯嗯。干嘛？那个、啊、熊猫在，熊猫在叫。熊猫还活着哦。熊猫活着、啊。没有啊，楼上熊猫一只啊。哦。楼上熊猫。楼上只放一只。天堂的熊猫。然后那个伐木区，我在外面。种了一大堆的桦木，可能比较丑一点、啊。我看到，想说那个弟弟那边需要用到，先大量种。好毒，好毒！爽爆！哇，没有看到新的。村民僵尸只有一个、哦。刚刚那时候我回去弄药水回去的时候，他就不见了。啊，被刷掉了。对，没有请人先站岗一下。嗯，我想说我很快，可是我忘记怎么做虚位药水。哇，发酵蜘蛛眼吗？我查到怎么做回去的。发酵蜘蛛眼而已，就不见了。早就忘记了。该打粉。我来啦！上次还是前世在轻松，轻松前世，轻松生存在前世的时候做的，只有前世的记忆了。该先酿一堆起来了，我酿了三关。嘿，前世记忆，好有趣。这是前世的记忆没错。啊，我想一下那个牛。烧牛牛的地方在哪里？烧牛，烧牛，为什么？你要放给他自己烧哦。没有啊，就是进熔炉啊，就是进熔炉，然后就直接拿出来。进熔炉直接拿出来，那就是烧牛排吧，自动烧牛排吧。对啊，是吧？哦，烧牛牛，好，好、啊，烧牛牛。可是你不能用漏斗接吧？不是，就不要把它接出来啊！就好了对啊，不要漏出来就好了。怎么听起来都有点怪怪的？哭啊！你们怎么会觉得怪？啊，我怪啊，我怪。怪斑驳。哎、欸，维修复奖励这件事情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维修什么意思？就是好像以前其实有。嗯，以前线上游戏好像不会，就是比如说系统维修完就送奖励这样。我觉得这个吧，我记得以前就有啊，只是不会现在这么，就是他可能送都是游戏内就是正常可以拿到，不会说是送一些可能你原本要氪金才会拿到。我觉得现在开始会有这个的关系是从手游开始的、欸，手游吧，因为之前玩线上游戏确实真的好像很少有送啊，就算真的有送，啊、也就是送一点点而已。嗯，而且真的会送的是那种临时维修，对，临时维修是固定维修，固定维修时间它是不会送东西的，对啊，嗯，所以很神秘。其实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是一个，维修就是要送东西啊，你没送你很坑。哦，我觉得那个吧，就是市场就是这样啊，因为如果就是大家都这样做，你不这样做，别人就会有舆论在指责你，就跟那个啊，YouTube 的影片，现在你就是怎么样，就是在中就台湾这边全部都一定要上全字啊，你不上全字，他们有些人会觉得你不认真一样啊。没有，我觉得那个就是不懂的人才会这样，可是因为这是台湾，这是台湾文化的习惯。大部分都是市场竞争了之后，对，就竞争啊，慢慢竞争就。而且他们就算，你讲，我说他们就算不送，在 Face 在 FB 的粉丝团，也会有一堆游戏玩家去抢吧？那为什么没有奖励？为什么更新这么久不奖励？为什么延后开不奖励之类的？你现在换一个角度想，看哈吉都已经他已经修到他快要累死了，然后这一周还在找奖励啊！不是，我都那么累了，
钻石都已经有四颗钻石哎！耶耶耶！哎，你这个是真的要给吗？还是？你这样就是，你这样就是，乃是舆论压力。这样不行吧？我们会尝到甜头，我会尝到甜头，之后不美了。就捏，就这个不是维修奖励，这个是觉得大家应该要好好的利用一下钻石，发的补贴金这样子。哦，想象是那个苏困金，变王国啊，将军王国也不是动不动就说，我觉得那个天气不错、啊，送钻石啊，送糖果。哦，对啊，今天适合抽卡。对，哇塞，啊，可是我觉得有一点是因为现在的很多东西的可取代性太高了。呀、就是不像以前选择比较少，可能啊你 A 游戏如果不玩的话，你也没什么选择啊。现在是啊，反正我这 A 游戏不玩，我可能有就是 B C D E F G， 就是超多款可以选的。B C D E F G， 对啊，然后大家就是会去挑说，哦，我觉得给福利最好的东西，这样就变得有点恶性竞争。嗯。我觉得啊，工程师真的有个辛苦。嗯，对啊，肯定的。这就是为什么工程师不当了，跑来做 YouTube 啊，太累了。所以弄得要死要活，还不定有加班费。对，应该是不会，还会过劳，很多都会压榨，还会过劳的。啊，丙国真的送好送满没错，可是丙国那个游戏机制不行啊，对啊，他需要改一下，他可以让人家好好睡觉八小时吗？送饼干成功，我没有办法，我已经没办法两个小时起来收一次东西了，对不起，玩不下去，太累了啦，太累了，这种到后面至少人家八个小时可以睡个觉吧。尽管他游戏真的送很大，可是真的游戏本身的游戏性不行，真的，对吧？太累了，累了。杰克，你嗨，要不要跳光碟？好，想要不要用这个普通方块？有楼上有放两张特殊的，很恐怖哎！太特殊，不要为道士，拜托。你就各一张啊，一个是为道士，一个是另外一个光碟。毒蜘蛛吗？团团的垃圾，不是毒蜘蛛的，不是。你要团团的垃圾。我捡到团团，我不是在骂他垃圾，我是说我捡到他的垃圾。哦，这个潜力值来了。嗯，因为我在我家。捡到你丢的垃圾。我先，我底挖刀。哎呀，上去。What do you do？ 哎，对耶。哎，刚刚我打完副本，好像所以卷是一定会掉吗？还是不一定？就是只是它有几率，一定会掉，一定会掉。对，是没有哎，你们都没有运气比较不好的那一个吗？捡到吗？还是它是一定会掉啊？还是你刚捡到的垃圾就是那个纸？我来看一下，我等下你看一下有没有。可是我记得我刚刚吸，就是把东西吸一轮上来都没有那个，还是你看酱油看一下吧，看有没有。没有哎、欸，你没有拿到两张纸，我就只有我现在打的一张哎、欸。好吧，不知道，我你在走啊，你是要飞去天堂哦？没有关系，我要去放个地板门哦。好来 VCR 之后剪影片就会看到到底是我没剪到还是怎样。哎、嗯，为什么在墓地二楼下面是一个大洞？哦，你说墓地下面是大洞哦？对，那个我之前在挖的时候好像就有了，气死了！我要插火把很痛苦。他那边不是围峡谷吗？他那是围峡谷，然后那个时候上方有一坨洞，下方也有一坨洞，围峡谷很麻烦。哇，好麻烦！等下我去拿，好围哦，我拿围峡谷，啊。哇！哇！我拿到1%的药水了，1%的药水。哦，你今天运气的药水，你今天运气你炸开了。今天到底怎么了？什么是1%药水？因为我都没有出门。哦，请问是没有出门吗？什么叫1%的药水啊？就是你烹饪到5等。有1%几率会随机拿到药水哦哦，那药水是什么效果啊？我这个是吸收二，
他这个药水实际药水是全部随机，有可能拿到是红字的，有可能是拿到就是有正面效果的。OK， 所以负面正面都有可能。Oh. 然后它的等级呢是零到十，一到十等，随机。哦，一到十等。对，那它的效果时间长度也是随机的啊，就真的是随机中的随机的随机，随机中的随机，太随了吧，太随了吧。所以你运气好，你可以拿到你可能想要的力量，然后久，甚至还时间很长。哇哦。但当然，你有可能拿到什么什么不祥之兆的啊，还是什么的，或者这种习惯那种负面失明啊，都有可能。恶心两个小时，恶心两个小时，节目晚上喝牛奶久了吧？你节目喝牛奶你就不用玩了，真的。马上到处问，有谁有养牛吗？二十万，因为凡轩打过啦，我没打过啊，这你没，你战绩点还没打。哦，你要看你身体发光哦。好，你没有发光就代表你没有被选中，好，你不是个被选中的孩子，不是被选中的孩子，你先知骄子。OK， 正常，没事没事没事，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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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想说什么 person 之一，然后有个 position， 我明明写的是中文，为什么是说是 person？ 哦，我不想切输入法吗？哎，我是说是夜市的，就是那个 no 跟 on 一样。no， 这上次有讲过吗？开台有讲过吗？夜市有讲过吗？有没好像没开台讲吧？就下好像没开台，没有没开台讲，没开台讲。那个时候忘记什么事，那个时候是三号星期五啊，那时候不是说什么东西要开要开他是 no 跟夜市。对，他是 no 跟 yes。啊，杰克就看没有，他是 on 啊 ，on 啊 ，on 该开的吧 ，on 啊，切成 on 啊，我把他按键切成 on 就可以了。我说 on， 对呀，那不是 no 吗？所以你的是 on 跟 no 吗 ？on 跟 no， 烦了，还到底是什么啦？哎呀，超好笑的。如果要设计，我就觉得他很烦。到底哪一个是哪个？去死啦！啊，去死啦！我的左边啊！哈哈哈哈哈！哦，哦，怎么了？突然想到我们的自动甘蔗机里面的甘蔗要重种了啊！我们的小苦跟小丽，我们的小苦、小丽、小怕，小丽不见了，完了。要重新抓了耶，不是啊，自然生成的不用抓，是自然生成，自然生成在里面的。我要重种，哭的，哭了，哇，可以到我们那么久，对啊，都舍不得打，从一代到现在了吧？嗯，对啊，上辈子、前世，他们见证了我们的成长。你最棒。哎呦，好疼呀、啊！疼啊！哦、oh, ，他们刚刚有人特地拉回去看我打的说，说好像真的没有喷卷。哎、欸，是，哇，没掉，没喷卷，真的太神奇了。就下一次，下一次我再注意，我打的时候再注意看看，好的。好。耶、yeah. ，来了。叮铃。叮铃。打打打打打！我都觉得僵尸好像特别喜欢我哎、欸，每次打都跟我。我就很怕，不敢往前冲啊。最爱你的这样子。最爱你的。最爱你的。Monster。对呀、啊，诶、欸，掉一张了。哎，一零张。掉两张哎。一零张。啊，那我这张。两个人，一人一张啊。一人一张。我的是防爆，我的防爆，合理。防爆组对两张，一人一张，他们两个进去，两个进去不是吗？啊，两只两只 boss 对，没错，对。吓到他，不能成功，累了。boss 是累歪了，boss 是错乱的，错乱的。我怎么两张？你还好？我中两张，我不允许有两张，收回来，赵宇。怎么会一场两张？又要修 bug 了。有没有的声音？害怕的声音。有没有做梦？做梦一半说：“哇、哦、，bug 哦，对。”你睡，两张。
突然睡醒。那 boss 会掉？嗯，部分的会。那这样，那这样师傅刚刚打 boss 没有掉？对啊，对啊，就对啊，就下次再看看会不会有这个几率。我、哦、这边看是有啊，嘿、欸。我刚刚也是打 boss 的时候掉一张。嗯，还是你的运气被小雨吸走了？没关系，我把运气留着，因为这礼拜我要抽两次卡。你说阿修罗吗？我们的阿修罗。小雨快把我的那个包装的几率又吸走了，太难了。要想啊，至少那个几率有，就是化成有人拿得到、啊。如果从头都没有，那不是更亏吗？如果就这样子被那个系统撕掉，你不觉得更呕？对呀、啊。对，至少有人继承他了。好、哦，我觉得我根本就不知道在那边。没有，我跟你讲，子如何最会掰？你知道为什么都是小宇宙吗？因为你没有跟我们一起玩黑色沙漠。因为你没有在黑色沙漠里面先充一个二十五克拉的几率的东西。哦，要冲过了，你这个二十五趴就冲得过了，二十五趴就是你的了。他今天根本在勒索，他今天从出现就一直被洗这件事情，一整天都啊，就剩你了，不波，就剩我了，就剩你了。大家看一下，这就是好友们的情绪勒索。啊，那个某某某跟某某某某某某都玩了耶，安妮娜也不玩。你的某某某怎么这么多？那个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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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真的很多某某某，因为真的很多某某某啊，就那个某某某啊。哎，哇，阿基该不会蓝屏了？阿基，蓝屏了？没有没有，我还在，我都怎么了？我没有载黑色沙漠，对不对？对，是这样啊。你把钱丢谁了？要扯，要扯，我要上个厕所。你知道为什么要上厕所吗？刚刚一个广告啊，好笑，因为我没载黑色沙漠，现在立刻载就不会有事了。现在立刻载应该会有事吧？直播会爆破哎、欸！对啊，那超久的哎、欸，更新超久哎、欸，好卡的，太难了。你今晚的噩梦，你今晚的噩梦，完蛋了！我今天晚上做梦，也在梦到你们在讨论，在那边讲说，我为什么不写黑色沙漠？完了！没有没有，我跟你讲，不会这么的友善，你们就会开始讨厌我，然后我就会问说，怎么了？怎么讨厌我？啊，就你不就不最不合群呢、啊？不玩黑色沙漠、啊，那你要我的，对吧、啊？我们不玩黑色沙漠，你不孤单啊，今晚也会有人做噩梦啊。你刚刚梦是我指令又坏掉了，两张怎么有两张啊？你两张啊？我怎么你没有？你是说越修越多吗？阿金没事，莫待机了。所以刚是什么？你们三人先不要交易任何东西啊，不要跟三人交易。你是因为我换插件伺服器了，然后插件伺服器本身它的 bug 就是，如果你村民啊，我不是交易的时候，应该是左边一个东西，然后可以换东西嘛，那我都是改右边。它出现错误这样子，怪怪对你换东西它就错误了。哦，我刚以为是讲黑色沙漠，先不要跟商人交易东西。不要贸易，不要贸易，不要贸易哦！不要不要不要，先不要贸易，等那个皇家时间开了再贸易。哦，楼下好多怪哦。是啊。啊！怪喽！完了，他们活太久了。看你们。这个解决方法可能会比较尴尬，是之后换东西都要搭配一个泥土。哦，可以啊，没关系。不是啊，把上面房放超多泥土了，把中间箱里面塞一组泥土啊。可以加这边放那个应急用泥土，嗯，应急加泥土。那放完之后会有保障啊。哦，那他，我写的到底有没有变啊？我刚刚因为他左下角没有显示任何数值，嗯，要算有洗头吗？
还是我再放一颗？你再放一颗。我你嘿，我你下次再洗，我看看，我到时候看看。好，那可以先补一颗给我吗？不行，哭了，完了，第三个做噩梦的来。石头，我没有石头，我的石头，我的石头，怎么？我石头，老鼠啊！我的装备怎么十张只过一张？那真是你今晚的噩梦哎！没有，我跟你讲，我上次我这不是很强的翘刺吗？嗯，他十张只过三张。哦，他已经变成我的噩梦了。你今晚的噩梦，30%过还是70%？我充5张5张啊，30%过一张，70%只过两张，我都不知道那到底是怎么了。What happened？ 那都是低于那个平均值了。上面好太多页面了。哎呀，乐透乐透，哎，所以盾牌不能用书强化，是不是？不行，没有。哦，好吧。它上面有一些强化次数10哎、欸，我想要强化哦，好，我好想要哦。哦，小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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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今天就定是21号了，今天叫幸运小雨日了。幸运小雨日，你可以改一下你的告示牌了。对，我要改一下我的。你还要贴创造改？嗯。啊，掉石头了。然后团团是还在帮扶。对啊。为什么还在帮扶？零次帮扶啊。哦。我还在零次帮扶。怎么下不去啊？小雨身上不是嗯，所以刚。哦，没事没事，那是没事，请拿。没有，我看着那个几个人啊，1、2、3、4、5、6。看着哈基拿25，看的是那个小鱼。2、3、4。因为我刚看突然想到，因为这个位置有改，所以他我们买彩票的钱没有直接进箱子。哦，所以现在有。我刚补进去了，我补进去了。哦，他放进去啊，放进去了。哦，下面这一排是。给大家拿耶！哇，你这么久中一次， yeah. 好啦， yeah. 你今天很幸运，他中第二次，他中第二次了，我有中第二次，我中第二次，哇，消个业障，哇，我没拿到，在哪里？哎，你还没拿到吗？我还没拿，谢谢。是上面那缺哪对不对？上面的，下面，上面吗？好哦，谢谢小雨。还有人没拿吗？我也没有。对啊，拿了蓝露珠、哦。我看一下啊、哦，我家扭扭，我的扭扭，扭扭流水好像可以，正常。哦、上下楼跑一下。哇、哦！哎、嗯欸，错这样是打杀手，哇、哦，好凶！哎、欸，副本强化。我在睡觉。起床气啊！真的是起床气。我睡到一半被揍起来。怎么不能不生气？该生气的吧？气，还是蛮气的啦。太气了！好巧啊！那是24号哦。对啊，24号。哎、欸，这也是二哎、欸，有二哎、欸，完了。对啊。放在那边，真的要发发债才会中奖。真的。耶、嗯。中。好，刚丢到。你先来改这个，什么时候才会换我中？你要把蛋糕吃完的怨念来了，吃完是？哎，你看你这样不算，我这个不会中了，打掉不会中了，打掉不会中了，运气直接运气直接打掉，你们在诅咒我？没有，怎么会？怎么会？叫你吃掉？是哦，对。那我们今天到这边啦、啊，我们这个有一个谁还没回来位置啊？到底班长知道一下，班长知道一下。你是不是完美诠释刚说那个最后混的那个学生啊？对，没错，诠释的学生，对啊。
好，那我们那个划龙舟就是暂时应该是不会有这个划龙舟了，划龙舟了。对，这个问题真的有点多，我应该再慢慢看修一下那样子。哎，慢慢毕竟好辛苦了，刚到1017大概。嗯，辛苦了。那今天就到这边啦，休息，休息，拜。嚣张，嚣。哎呀，好啦。嗯，收各位吗？不知道，就这个啊。那时候不是我的个人 FB 有分享那个小鸡草鸡窝这个，我觉得这个好棒哦。然后就是在研究怎么弄，研究怎么弄，才知道说是要这样子弄。那之后可能会拍影片吧，教大家怎么用。就这样啦，好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啦，拜拜。我想去找兔子，因为这附近的那个啊生态已经都重新刷新了，想说找附近看看有没有兔子。好啦，就这样咯，各位拜拜。有什么经验值？我拿一下。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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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经验很多欸。各位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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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